冲过嚟，跟住你，咩嚟噶？住手！小心啊！真系唔理佢哋啊！今日我冇乜心情画画，同我醒多两箩垃圾佢哋算了。系，少爷，祝公子，唐兄，哎，祝兄，唐兄救命啊！睇嚟祝兄梗系输钱输到干干净净嘅。生我姐父母都知我姐唐兄啊！江南四大才子之中，就以祝兄你最为洒脱忠恩。皆知所謂風趣雞蛋殼財散人安樂，但係祝兄你嘅座右銘啊！過獎過獎，但俾唐兄嘅風流不羈，小弟真係有如天淵之別啊！只不過祝兄你隔日一百幾廿兩咁輸，輸完走嚟嗌救命，長此以往唔係辦法喎、啊。有見地，小弟有見及此，所以破釜沉舟，一次我輸曬我一成可以輸嘅錢。正正是300,000，所以麻烦唐兄画翻30幅画，以嚟田债救命。明白明白。阿水，你出出去先。系，少爷。扑你周街啊！当呢度善堂啊！仲要画30幅，冇得倾。哎呀，冇咁啊！系我衰啊，系我衰啦、啊！我而家勾头认错。你唔念下当年僆仔做我只本玉蒲俾你夹，你都念下呢几年我同你卖画卖到冚家富贵啊！放喺出边有成几两有喺出边画，如果三张我攞唔到30幅画，就劈开个记录啊！你帮唔帮先？三张，林老话做兄弟嘅唔睇你嗱，我即管喺灵堂同你写副画卷，一系死有余辜，一系死不足惜，你是但拣佢啊！哎呀，伯父啊，你不要禁住好嘛！最多我发毒誓，如果我再赌钱的话，我就俾天下最丑样的女人日夜轮奸至体无完肤、摇摇欲坠为止，敢得未啊？吓，咁悲壮的毒誓你都发得出？好，我即管救埋你呢次啦！人嚟，民防四宝时候。倘得个忠肝义胆、合骨丹心，废话少讲，除衫。吓，除衫。搞边科啊？
认真神乎其技，真系俾你打死都抵啊！叫咩名堂啊？巴闭啦，系叫做红鹰展翅，气吞天下图。呢度一幅已经抵偿到你300,000两，请你又唔好再嚟烦我。啊，你一定一定。不过更佩服唐英之处，系要将个胸前双点作花，双掌作树，屁股画石，前足作云，后足作山。哎呀，嗰只鹰又用我身体边部分勾出嚟啊？系用阁下嘅紫孙根。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鸿运激情，勾出咗佢嘅神韵啊！只不过系鹰嘴上面担住嗰条虫仔啫，何来鸿运激情之有？都好，识转弯。唐伯虎于明宪宗成化6年，庚寅年壬月壬日壬时出世，故名唐人。因人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人聪明绝顶，号称诗画双绝，位列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乃是相传他拥有8位天之国色、温柔贤淑的娇妻，仿如神仙美眷，羡煞旁人啊！举手，要摸白鸡喺身度啊，攞出嚟顶住先啦！有冇搞错啊？你咁笑，放水啦！我哋未去过。天所要话你啲孔啊，冇啦，你叫做王噶嘛。一日打落你啊！几位娘子，有鸡翼食啦。起埋骨先翻嚟啊！咁耐，摆定未？摆定未？快啲啊！唉，得啦，催命做咩？我幅百花争艳图。哎呀，喂，家姐只系展箭台啫喎，唔使炸型啊！你家阵未死啊嘛？真系唔系话个第二幅咯。但系，咪讲咁多嚟拆翻板先，财财三张仔人4块半，有归我手啦。喂喂喂喂！哦，咦呀，做咩啫？我本诗集啊！咦，你睇下，张诗人稿成鸭公，剪咗本都唔够啊！帮我攞多2本嚟用。后门四有杀，专门六杀，后杀咩啊？我幅百鸟朝皇图，因何故冇咗只雀头噶？做咩咁牢嘈啫？人哋唔见咗只索，咪剪咗只雀头嚟顶住当先咯，大惊小怪。啊，你哋，龙生，你做咩啊？啊！哎呀，奶奶吊颈啦！你快啲过嚟睇下佢啦！开埋副牌先，上天至尊通杀啦！耶！龙生，你傻咗咩？娘亲冇用啦，同你娶足8个老婆嚟服侍你，你都唔满足，终于受命苦面。哎呀，我死咗佢好过啦！娘亲啊，你何必咁讲？我何曾有怨过你半句得噶？伯父，你正所谓年少有为，事业有成，家财千万，妻妾成罗，你应该是世上最开心的人嚟噶嘛？我冇话过我唔开心吧？咁点解你成日黑口黑面？系咪嫌啲家嫂配你美啊？娘亲，你明。千金易得，知己难求。我同几位娘子虽有夫妻之名，只可惜同床异梦。你哋嫌弃我哋啫，咁我哋不如死咗佢算啦。哇！8件一齐掉，何其壮观啊！你救人啊！你家嫂，哎呀，你家嫂，你冇事啊嘛？伯父。咪要搞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先至安乐啊！我都冇话，放开我！喂，我要死啊！你唔好咁啦，你哋。伯父，你出下声好冇？唔好嘈啦！系我错，几位娘子贤良淑德，持家有道。知书识礼，系我唔识欣赏，我对大家唔住，请大家原谅我。你明白就最好啦，相公，笑下咯，笑下啦嘛。我要笑得开心啲噶。系咯，笑多啲。咦，你睇佢个样，笑得好夹硬喎。佢哋兴奋啊，笑劲啲啊，劲啲啊，劲啲啊，系啊。啊
看看他们几位你呀、啊、以后你就不要辜负几位家嫂对你的一片苦心啦、啊。夫人啊，灵王派人来要见少爷。灵王。灵王。灵王现在正图谋造反，他派人来难道想招揽你？点都好，你求其同我打发他走算。夫人啊，他们。王伯父呢？我哋王爷想请佢翻嚟做参谋，快啲叫佢出嚟。几位真系唔好意思，小儿刚患重病，不能见客。灵王好意，心领啦。几位请回啦。有乜咁啱嘅？乜王爷请亲嗰啲人都话病咗噶。不过王爷早料有此一着，叫我哋带埋御医嚟，等我哋同唐伯虎医病。夫人，系唐伯虎，哎。你又说他病了的？ 他病得很犀利的。病得这么犀利啊，又会有这么好的胃口吃鸡翼的？是的，为什么？很简单的，因为小鸡翼我喜欢吃，但是你老母说你头快病，越是快病之所以越要整多只，如果已经不吃，以后没机会再吃。你真的就快病，我真的就快病，如果已经不吃，以后没机会再吃。病到好像唐解元那么好面色都很少有、啊、如意帮唐解元把把脉，看看他有多严重。唐解元的脉象四平八稳，很正常啊，冇咩问题啊！佢点啊？有冇得救啊？试下啦。做咩啊？我从来未听过咁乱嘅脉象啊！你听到啲乜嘢啊？将军令啊！咩话？我睇你都系做啲准备身后事罢啦。唐家元，我哋告辞啊！切，早知你咁啊，唔好嘥我哋啲时间啦，我哋走。御医啊，你救下我！衰仔，跪低！你记唔记得你曾经喺你死鬼老豆灵前发过誓，话唔会显露你识武功呢个秘密？点解今日又要破戒啊？我记得，但你正话情势危急，况且我只是用内功改变自己的脉搏啫。唔怕一万，只怕万一啊！一旦俾唐家啲仇人发现你是霸王枪的传人，你即刻有杀身之祸噶。娘亲，我哋唐家的仇人究竟是边个？点解你一直都唔肯话我知？我以前唔话你知，是因为你年少气盛，怕你自找麻烦。但你而家都咁大个，我亦唔怕话你知。我哋唐家。是有两大仇口，其中一个是夺命书生。当年他们二人为了争夺兵器谱上的排名，决定比武。我恐防夺命书生会出诡计暗算你阿爹，所以一直在场监视他。等我暗算个仆街夺命书生先。相公，你赢硬噶，放心啦。死了！
唯有用绝招啦。主帅，你究竟喺度搞咩家伙啊？啊，小心啊！咪走啊！你讲清楚喺度搞咩先啊？我爱你，所以想帮你咋？帮我咩啊？你撒埋晒啲咁嘅红豆。呢啲唔系红豆啊，呢啲系我新发明嘅暗器霹雳雷珠。霹咩力咩雷咩？咦，你唔好睇小佢啊！佢爆起上嚟，威力无穷。威乜叉嘢力咩啊？会爆？小喇叭，朱西，你系咪想玩嘢啊？你啊？书生夺命剑，就喺最危急嘅关头，你阿爹突然使出世间上最恐怖、最得人惊嘅独门暗器，将整个局面扭转晒。看暗器。霸王回马枪，补枪头嘅，点解？怪得阿爹最后都郁郁而终。你阿爹估唔到夺命书生连精钢制造嘅枪头都可以打断，所以佢喺临死嘅时候就特别制造咗呢个坚硬无匹嘅寒铁枪头，以防夺命书生赶尽杀绝。但系你话我哋有两大仇家，另外一个系边个？另一个就系当年同我争你阿爹嘅情敌啦。不过佢已经嫁咗人，怕且啊都冇乜机会撞到噶啦。杨真，呢几日我想离家出外几日暂避风头，因为我怕凌王会再搵人嚟找我麻烦。最紧要随身带埋支寒铁枪头，以防万一啊！记住啊！由于当年你阿爹打输咗，所以当今兵器谱上边，书生夺命剑排行第二，我哋霸王枪啊排行第三，小李飞刀啊紧随第四。缩开只脚啦！咁排名第一嘅系边个咧？佢就系小李飞刀嘅娘亲。可惜已经过了身啦、啊。原来就是小李老母飞刀，真可惜。喂，讲咁多做咩啊？猜两品先啦、啊。财财啊，一定中啊！你顶帽，一。哎呀，你咁行开啦，我同奶奶猜啊。好。嚟，财财啊，三叉仔啊，走咁长。奶奶你输咗啊，一。心又痛，八个老婆都杀于龙虫，人家当我享尽齐日福，查实空虚寂寞，兼且冻兼且冻。嘿，睇下睇下，江南四大才子喺嗰边啊！江南四大才子嚟到游山玩水，唔怪得女子咁疯狂。难怪难怪。各位各位，今日大家咁高兴，就不如吟下诗啦。正明兄好提议，文斌兄先嚟咧。强项咧，山下一群鹅，一说声赶落河，咁啊落河捉鹅依肚饿，食完翻归锄老婆。哎呀，好。
句啊，好句啊，絕句絕句。真系咁好笑？喂，点解唐兄次次出游都咁豪情奔放咧？乐极忘形，实在令人羡慕羡慕啊！喂，讲开就讲啦，喺江南论文章，唐兄才高八斗，论丹青妙笔生花，啲真真正正嘅假细唐。冇错，更令人羡慕咧，就系佢喺音律方面都好高造诣嘅。咁啊系啊！古今中外各種樂器，我邊樣唔撚得出神入化？喂，我最近仲研究一種西洋嘅敲擊樂，好使得，有機會可以同大家一齊研究一下。一定啊！嘅我話唐兄最令人羨慕之處就莫過豔福啦，係人都知唐兄家中有八位夫人，個個貌美如花，各色天香，做人做著你咁。夫复何求呢？羡煞旁人啊！系啊，系啊，好嘢！啊，有笋嘢及喎。唐兄，你望一望桥头上有个婀娜多姿嘅美女，只影迎丹啊！嚟，不如咁啦，你即场示范你嘅沟女大法，俾几个兄弟学习学习咧。咁啊，啲大棒福利。冇问题嘛，义不容辞啊！系啦，小姐的肩膀來搭一下，不知道有沒有問題。那怎麼行啊，我是一個黃花閨來的嘛。我知道，我都是應酬一些朋友而已。其實在下正是唐伯虎。唐什麼伯什麼虎啊，我都不認識你，你再不走我喊的。這樣，我給一兩銀你是這樣意的。一兩銀？你當是什麼？起碼都十兩啦。哇，你都要十兩，不要去搶。沒錯，就是搶。靚仔拿錢來。叫你咁样我喂哇，使唔使咁重手啊？你抢钱嘅呢条死人妖吓，人妖我啱啊！你揸住喂，真唔抵啊！俾抢先一步。喂，咁樣啊？姐，今日華太夫人，美女四香入了進香啊！我個個都天仙下凡，尤其個秋香自散鏡喎。邊個啊？邊個係啊？嗱，嗰邊啊，秋香。普通料嚟啫喎，啊咁啊唔係喎，白富兄。雖知美女依家嘢咧同鮮花一樣，需要有綠葉嘅襯托先得出嬌美嘅。睇多次啊，靚女，哇！咁睇法真係索到啪啪聲喎。喂，我哋一齊入廟，揾住隻數咧。睇你嗰個強項啊！等一有机会拥埋去大肆搜量一番啊！
一定啦。是谁的包庇黑衣人啊？是夫人。是夫人。夫人。充满爱心的少年，我已经找到我的理想，他就是秋香。官船好啊，嚟嚟，好声好声，啊，公子啊，你啊真系识货啊！咁多船唔拣，你拣中我呢只船，我出咗名够快嘅，系嘛？喂，呢个船沉紧啊！你系啊，沉得快啫嘛！好，你搞啲咁嘅嘢，我赶时间噶嘛，大佬啊！你个样梗系追秋香姐啊！你又知？你啲咁嘅富家公子，我年中见唔少啦。不过净喺华府门口啄下啄下，揾唔到食嘅。咁你有咩好桥咧？你要谂办法混入华府先掂噶嘛。你过一两条桥嚟傍下身好喎。唔系冇，睇你识唔识做。点话点好啊？咁你听住咯喎。喂，啊，阵间开档噶啦，你死人都唔好喐啊！你话将卖到啲钱俾晒我，你唔好露点啊！以你的智慧，哪人点到你啫？咁啊系。喂，明益街坊啊，全新第一手好靓孝子大平卖啊，唔买都嚟睇下啦喂。嗯？好惨啊真系。靓仔啊，你晨早留喺度买新藏裤，好大家利是噶喎。我都唔想噶。点解你咁熟面口嘅？我哋喺边度见过啊？系咩？所谓相逢何必曾相识咧？不如两位姐姐仔可怜下我吧啦！咁你惨咯，横掂我哋争个下人，不如就好惨啊！埋身作冚家，唔系啩？两位姑娘啊，你可
憐下我啦！我冚家六傑一晚死曬，實驗十級廢爐，半賣半送，你賣我啦！石柳啊，睇佢真係慘好多啊！不如都係買佢翻華府把啦，咁就買佢啦。姐姐，我嚟先噶喎。呢个唔系先后问题嘛？希罗，人哋死六件，你先死得佢一件，我都好想帮你但好难做噶嘛。但系我都惨噶噃。咁你咩惨嘢？你带埋出嚟啊！咁我，你睇我几日冇剪指甲，捆晒黑辫嘅啦，唔通咁都仲唔够惨咩？旺财，旺财。旺财，你唔好死啊！旺财，你跟我咁耐，对我有情有义，肝胆相照，但系大佬未曾俾过一餐饱饭你食，我对你唔住啊！小心啊！哎呀！小强，小强你点啊？小强，小强你唔好死啊！小强。我同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咗咁多年，自己当你系我亲生骨肉咁供书教我，估唔到今日白头人送黑头人啊！秋香姐，佢两个都咁惨，咁点啊？睇定啲先。哦。妖，阿哥你等阵先，你睇下你伸个颈，你翻去化个妆先啦。你睇下我恩吊鬼命，满手毒疮，你救我惨唔救啊？喂，兄弟，唔好大我，份人唔大得噶喎。大你咪大你咯，你今日逼我系嘛？你今日地产过你吔吹咩？仆街，哎呀！唔好话你满手毒疮啊，今日成个手断埋，睇下边个惨啊！你真系玩到咁尽啊？直情系嘥你拉嘅吹咩？我跟你个大佬，仆你个街啊！哎呀！同我玩嘢。我的命都不要看你怎麼帶我，誰救我慘啊？靚仔，你好嘢，山上有雙鳳啊！喂，他現在死了，我買你啊！是？是。那就加多五兩銀。哇，你坐地價都有的？沒有，我想撞埋這位仁兄的。真是好人啊，就買他吧。石柳，你說買就買的了，回去問夫人先再算吧。你明天再來過，我去問啊。秋香姐，辛苦曬你。哇！咁小物擺明係挑逗啊！阿媽，我得咗啦！念著你一片孝心，就買你入嚟華府做下人啦。為期兩年，有冇問題？冇問題。今日簽咗份契約先啦。簽緊。开始你就是华府的低等下人，九五二七就是你终身号码，开始做嘢。你做难做似只鸡，俾人闹仲要开口笑，俾人似只鸡好好笑，俾人闹仲笑笑口似只鸡好好笑。一千零一，一千零二，一千零三，一千零四，睇你做佢咁嘅衰样，吉哥老友，祝你哥。一二，好唔错啊！照亮啲啊！左尾通通留俾我，开饭啦！喂呀！快同我哋攞翻只蕉落嚟啊！系啊，但我作为一个低等嘅下人，唔
方便入嚟嘅。边个当你系低等下人啫？我只系当你系只狗咋。哎呀，叫你去攞你就去攞咯。走啦，你喺上边啊。秋香姐，幸会幸会，上次到而家我都仲未有机会多谢你添。好在有缘千里能相会，你只纸鹞包在我身上。咁多嘢讲，去执啦。系嘅系嘅。小心啲啊！多谢关心啊，秋香姐。金二七，你点啊？你冇嘢嘛？我冇嘢，只系断咗只手啫。点解咁唔小心啊？只要能够同你执翻只纸鹞，我快快千刀万斩，甘愿勇闯地狱。加佢一条手臂，何足挂齿？我怪错咗你啦，对唔住。嗱，我唔准你咁讲啊，人谁无过得噶？唔得，唔得噶。咁算啦。我会走啊。佢喺上面笑咩啊？我睇下你喺度搞鬼。咁二姐你做咩啊？快啲落嚟呀！嚟紧。哎！哎呀！秋香，我嚟啦。收到封你偷偷地画佢个样系咪？细佬生平画过唔少画，唔知道你指边幅咧？大家睇下佢画啲乜嘢？你居然将个风华绝代婀娜多姿、美丽动人嘅石榴枝画到咁嘅衰样！对唔住，我学下嘢咁解嘅啫。你俾翻我。嘿，你冇天分就唔好画，仲学人画嘢？我冇办法唔俾你开下眼界啦，学嘢啦，你先叫我。真系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小弟甘拜下风。嚟，大家鉴赏一下。你而家知道咩叫画啦？你唔单止偷懒，仲同我争女，掟佢。系啊，你唔好打。再唔停手，我就话俾夫人知。好啦，停手！我俾面枪啫，我哋走。喂，你死得未啊？未，我一日未将只纸鹞亲手交俾秋香姐你，一日都唔可以死。秋香姐，我哋走。冇咁容易，累我哋冇得玩纸鹞，打佢！好在我拼命咁护住块面，咁个英俊嘅相貌亦得以保存。今晚就揾机会向佢来表白，看你个秋香对我动情不动情？哎，边个打我？系我风华绝代、卖人经验嘅石榴。是你，我同你无冤无仇。我打你噶，点解？点解？因为你抵打，你偷画我、暗恋我嘅事，而家系人都知啦。我仲边个面目见人啫？我死都去白啦。都好嘅。你而家好顶啦！你想同我一齐死，做对同命嘅鸳鸯？呸！我都冇话接受你嘅爱。成老姐，你误会啦。其实我对你就如同对我自己亲生阿妈一样咁尊重。阿妈。爱上自己个马天啊！呢咁大逆不道、丧尽天良嘅事，实在太刺激啦！未试过噶，我有少少紧张啊！哎，石老姐你癫咗咩嚟噶？唔系再多讲啊，做啦！唔好因为我系娇花而镜住我，全力啦！一嚟整件咁丑样，真唔老礼。踩得好。
大佬，大佬，讲闻春夏秋冬四香，个个都貌美如花，尤其系嗰个秋香添，简直靓到裸胆啊！秋香梗系益大佬啦，咁啊当然啦。大佬啊，呢度点啊？杀咗佢啊！诶，呢度狗男女都可算系同道中人，打晕佢算啦。好啊，诶。四位莫非就是名震江南的四大淫侠？冇错，我哋就系东游西战南行北收。喂呀，好，实不相瞒，其实小弟我亦系人称玉树临风、胜判安、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小淫虫周柏通。未听过啊？诶，呢位小兄弟啊，佢连咁入嘅都肯上小淫虫呢个称号，真系当之无愧啊！啲小意思啫，再入啲我都试过。哇！我真系再嗌你声大佬啊！不敢当，不敢当。正话我听几位讲，我想入去咸湿下个秋香。啊，咁啊系啊，唔嫌弃，等我嚟带路咧。啊，你想执二摊啊？咁你排第一啦吓。多谢多谢，抹干净鞋底，唔好留低脚印。小淫虫嘅，快啲揾佢翻嚟带路。揾到啦！嘘，九五二七，你入嚟做咩啊？不得了，臭影子，出边有几个淫贼想嚟咸湿你。我真系好惊啊！咁而家点算好啊？好在我已经暂时引开咗佢哋，华府咁大，要揾到嚟都唔系咁容易嘅。不如点解你流紧鼻血嘅？就系俾嗰几个淫贼打伤。但是这些小意思来的，为了救秋香姐你，我死又何妨呢？你现在一声跟我去搭没人的地方躲起来再算，以防万一，等我出去看看先。不要紧，不要紧，我没事。企到你自己不就是那个淫贼？严格来说我都是贼，不过不是淫贼，你可以称我为一个偷心的贼。我不理你是什么贼，请你不要在我面前整蛊做怪，只会令我更加讨厌你。秋香姐，当你发觉你冤礼紧我嘅时候，一定会好伤心、好后悔。咁又何苦呢？都系快啲跟我走。苏安，如果真系有贼嘅，点解唔话俾夫人知偷入嚟我房做咩啊？你咪恃住读过两年书，就周围轻薄啲无知女子。我话俾你听，男人穷唔紧要，最紧有骨气、有才学。好似你挺人，就算读死一世书，只不过系废物。讲得好，我作为一个男子汉，听到呢番对白，好应该打到你爆光。但我不会这样做，可能你说得对，我真是一个废物都未。你真是废物都不如，应该叫你做狗贼。好一句狗贼，看来你真的很憎我。既然是这样，秋香姐何苦对我三笑留情？有吗？我是对你笑吗？嗱，有礼啦。就算我真的对你笑，都是笑你个白痴。花有意随流水，而流水无心恋落花。对不住，是我自作多情，但出面真的很危险，你自己千万要小心。为什么你世界这么多无聊的废物？难道只有唐伯虎才称得上为男子汉？只有真正的男人才能够写出这么靓的诗句：桃花傲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果然是好诗，企到咁高做咩？你唐伯虎嘅诗由你把口读出嚟，简直一种侮辱。你冇资格读佢嘅诗，你即刻同我啦！小心出边危妖。秋香，我总算明白你嘅心意。方诗，你实在太过分啦！你再唔出去，我就唔客气吓，唔好俾我出绝招啊！秋香，你实在太冲动。但好难怪嘅，年纪仲细，但我真系好喜欢。十字追魂棍，事到如今冇办法再隐瞒，你听清楚，
其實我就是唐伯虎。唐伯虎點睇？你是唐伯虎，我就是觀世音，攞你命！哎呀，咁大力飛落嚟嘅，你個小淫蟲，簡直係大鹹濕啊！死死啦，大佬！大佬，捉賊啊！捉賊啊！有賊啊！我见到九五二七同呢几个人一齐噶，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将佢哋一干人等送官治理。系，冤枉夫人。夫人啊，我头先喺地下执到本书哦。混账！你本唐人诗集系边个嘅？我讲过好多次，华府之内绝对唔容许有唐伯虎嘅物件出现嘅。你本书到底系边个嘅？快啲自己知名咯！丑行。是誰的？夫人，我快點說。夫人，弟弟知道是誰的。說吧。是弟弟的，要懲罰，請你懲罰弟弟。武狀元。是，夫人，拿你弟弟出來。夫人，弟弟的意思正是小弟。既然是這樣，好，拉他出去斬成肉醬喂狗。不要啊，我只是想引多啲贼嚟救阿秋香嘅啫。夫人，我唔理你同嗰几只贼有咩关系，身藏唐人诗集已经系死罪，放佢出去。夫人，请听我解释啊。仲有咩好解释啊？禀夫人，小人本住在苏州嘅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点知个唐伯虎佢横蛮不检点，勾结官府目无天，巧取豪夺我家田。我阿爷同佢反面，都惨被个一棍来打扁。我阿嫲闹佢欺善，更被佢捉了去唐府，强奸了一百遍一百遍，最后仲原谅自杀，惨无边。佢还将个父子逐出了家园，流落到江边。我为求养老父，只有独自行乞在庙前。点知个唐伯虎佢实在太阴险，知道此情形，竟派人来暗算，把我父子狂殴在史前。小人身壮健，残命得流传，可怜老父嘅魂归天，知恩根难填。为求壮老父，唯有卖身为奴咁作贱。一面勤赚钱，我一面读书篇，八十不功明显，守人仇人意志坚。从此唐人诗集伴身边，我永记此仇不共戴天。忍不住要赞他，不得，我不可以表露出来的，但这种感觉真是令人有如腾云驾雾一样。
佢咁感人肺腑嘅自白，居然用到调皮鬼马嘅数白榄形式嚟表达，再加上节奏感强劲嘅敲击乐作为结尾，真系听到我高潮一浪接一浪啊！系啊，佢嗰种汹涌澎湃嘅创作力，就好似多春雨体内嘅春一样，成千上万源源不绝啊！冇错，我就系嗰条多春雨，我而家充满力量啦、啊！多谢你啊，九二七，仲未够感人。看我表演啊！你哋点解食完饭一定要屙屎？屙完屎都仲系要吻？擦！啊！哦，原来你同唐伯虎都有不共戴天之仇嘅。系啊，夫人。夫人啊，呢、这个奴才虽真系贪生怕死。但亦非一无是处，我见佢出口成文，似乎读过几年书啊。如今书房正欠一个伴读书童，何必要佢戴罪立功，陪伴两位公子读书咁咪仲好？嗯，既然秋香为你求情，就免你一死。从今日开始。我赐你个名字叫华胜啦。吓、啊，夫人，呢、这个名字我恐防受唔得起喎。咁啊，咁就叫华安啦。谢夫人，我系都要秋香帮我忙物噶啦。你系唔系都要同我争秋香先？我系大佬计我噶啦。沟女有分大细嘅咩？你系都要同我练啊？你咪练咯。顶住！哎呀，你插细佬，扑你个街啦！哎呀，大佬要插，我同你死过。为咗周兄弟都冇情讲，顺利过关成为书童，一切都尽在我掌握中，越嚟越接近秋香姐。今日嘅心情就确系唔同，一确系唔同。系，两位公子咧？你条契弟系边个啊？我系负责嚟陪两位读书嘅书童啫。哦，就昨晚拍台拍凳嘈住我哋瞓觉嗰个粉肠啊！正是啊。咦，两位公子骨骼精奇，能够服侍两位真系万能。嗯，呢句说话都几啱听，以后就当你系人咁看待啦。去斟茶。对唔住，细佬有三不做嘅。咩三不做啊？我一不斟茶递水，二不洗衫扫地，三不铺床折被啊。咁即系同我哋一样喎、啊。咁你识做啲咩啊？我晓。嘿嘿。吹口琴捻肉烧，炒碟靓显，焗个蛋挞，占卜星相就官人于眉，风流自命，舌欲偷香，真唔真啊？俾啲本事睇下咧。喺呢度恐防不便示范、啊。上宿舍画你作大嘅咧，有本事睇我哋两个。跳答唔出嚟。若然我冇睇错，两位应该系低能嘅。咁都俾你睇得出，我真系佩服到五体投地啊！容许俾我哋叫你一声大佬嘛？叫唔叫相干啊？以后你同我斟茶递水、洗衫折被就够啦。诶，话咪话冇，你两个跪在地上，所因何事啊？我哋拜大佬啊！区区一个书童，何德何能做人大佬啊？再有无德无能，只是开下玩笑，望老师见谅啊！唔系啊，华安，我哋跟烂你噶啦。嗯，年青人，你夹硬叫我啲僆，你边度噶？未请教，教上教，先请而后教，后教而先请，先请而先教，后教而后请，再请我就教。诶，唔准教，我本身原籍四水，现为华府首席西宾，手执一把扇。你是咩部门噶？我原籍苏州，现任华府一件迷途小书童，门前一对双花齐眉君。嘿，你大我啊！哇！我左边龙，右边虎，老牛在腰间，龙头在心口，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大佛。啊？老师你做咩啊？啊？喂，点解老师咁嘅？阿爹，刚才你唔觉意怼冧咗老师啊？讲起阿爹，你杀咗人啊！飞呀飞呀，刚才我见到老师玩紧神打上身，以为刀枪不入，点知标唔到同，入咗。
啱唔啱听啊？太师，啱听，事实系咁啊嘛。人嚟，台老师在。系。你系边个啊？佢系华安，陪我哋读书啊。系啊，姐。啊，华安，你讲得好，立咗大功。小意思。我决定升你做高级伴读书童，以后负责教导佢两个读书，知道吗？谢太师。华安啊，你喺度整蛊人咯？冇啊，我念诗啫嘛。念咩诗啊？念唐伯虎嘅诗？当然唔会啦。唐伯虎同我有咁大嘅仇口？你唔使乱讲，你呃到夫人呃唔到我嘅。不过嗰、那个古仔你都讲得几精彩啊！秋香姐果然冰雪聪明，细佬佩服。咁嗰晚点解要喺我间房？无疑系唐伯虎啊！你估下？哎、你估我唔知道啊？你一定系识得唐伯虎嘅。当然识啦。咁可唔可以介绍俾我识啫？我咪系咯。哎呀，你唔好喺度讲笑啦，我系认真噶。唉，人称诗画双绝、风流不羁嘅唐伯虎系人都识噶啦，只不过佢唔识我啫。我话你讲得唔啱，风流不羁只系佢嘅表面。我读过佢嘅诗，喺字里行间睇得出佢系一个用情专一。真情真意男子汉，喂，你做咩啊？我感动到有啲想喊。你嘅观察力真系惊天地一鬼神。如果唐伯虎能够有呢个红颜知己，真系死而无憾。你呃人啊你，秋香姐。吓、啊？咁你觉得我呢个华安嘅人品又点啫？我觉得你系个傻瓜啦。秋香姐，咁你愿唔愿意同一个傻瓜喺今晚三更时分柳树之前一起研究诗词歌赋呢？你估？好啊，多谢，唔使客气。周市集见到呢个人自认系唐伯虎，仲揸住啲字画喺度卖，我攞翻嚟俾夫人睇睇。果然系唐伯虎嘅手笔。冤枉啊！我都话唔系唐伯虎咯。如果你唔系唐伯虎，点解有咁多佢嘅画呢？我趁唐伯虎唔喺屋企嗰阵，挞嘅咯。你口口声声话自己唔系唐伯虎，咁你系边个啊？我系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祝枝山如假包换。你唔肯认啊？好。东向，带华安出嚟，等佢当面认下佢不共戴天嘅仇人唐伯虎。系夫人。华安。夫人，做咩啊？冇，琴日我讲得嘢多，肌肉抽筋嘅。你埋去认下佢，系咪你嘅仇人唐伯虎？系。哦，原来系你。
超，你咁都认得？切，你伯父认得你啦，你系唐。冇错，我就系唐伯父千方百计要迫害嘅死剩种。唔想死好收声啊，夫人。因为唐伯父佢每次行凶都蒙住面纱，所以小人都唔敢肯定佢系唔系。咁啊，咁就宁枉无纵，杀咗佢啦！啊，咪住，呢个人就算唔系唐伯父，都应该同唐伯父有莫大嘅关联，所以留翻条命喺度应该有用嘅。死罪可免，活罪难饶。石榴，你带佢入柴房好好看管，任你处置。谢夫人赏赐。喂，你想点啊？带佢入去。吓、啊！喂喂，唔好搞啊！我男仔嚟噶。吓、啊！喂，唐兄唔系要杀人灭口啊嘛？受正啦，而家我静静鸡放你走，速猛啊！喂，唔好啊！喂，华夫好似好住，放咗我啱啱上咗件。天父的极品，我不捨得走啊！你不是讲笑吗？真的咧，放咗出面争到成身债，呢度系最好的避难之处啦。有人，我啊？你冇事吗？咩事啊？秋香姐，请问你是不是真的唐伯父啊？姑娘为何有此一问呢？实不相瞒啊！我屋企冇唐伯父嘅才华同文采，我好想见一见佢真人啊！你话俾我听，你系咪啊？系，冇错，我就系唐伯父。点解有声嘅？畜生嚟嘅啫，畜生咪嘈。秋香姐，今日你我有缘相会。应该可以重七长谈。唐公子，我可唔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当然可以，不过为咗表达你嘅诚意，你先答我个问题。首先眯埋双眼，全身放松，慢慢将你个头。放在我左肩膊上，哎，不要紧张，你不相信我吗？尽量不要紧张，慢慢将我面挨埋嚟，啱啦，乖啊，忍无可忍，明仔，我嚟啦，有人啊！喂，少咗边位？咩？赵元家想扮严吉咁话咯喎？吓？我唐伯父一介斯文人，你讲乜嘢？你正话扯到咁准吓？喂，头先冇人系扯到准啫，而家有我。有咩啫？呢一世要同你玩翻一铺美女与野兽。原来唐伯父系佢咁嘅人，华安都比佢好得多。过咗啦，走紧啫。你点会喺度噶？哦，我嚟夹嘢嘅啫。你咧？我都系。哦，咁一齐啊！哇，呢招精彩啊！睇睇，哎呀！啊！老虎唔发威，你当我冇到？呀！整多仔啊！波多都有啊！灵王带住大队人马入紧嚟啊！老爷，呢个灵王一向同老爷政见不合，喺朝廷大家都水火不容。今日贸然到府，仲带咗咁多兵马，恐防令有所谋。我哋因住佢借啲衣发难啊！灵王到，
华太师你好嘛？王爷远渡江南寒舍，我真系受宠若惊啦。唉，太师严重啦。我素闻太师你对丹青有所偏爱，我非常辛苦先至揾到唐伯虎嘅几张真迹，专程送俾你噶。王爷，唔使啰嗦，师爷，我话啦，系。啊，果然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啊。系唔系啊？我最喜欢佢有王者风范，我揾人重新装裱啊。你睇嗰种令群鸟低头嘅气势，跃然于纸上。真是不愧鸟中之王啊！王爷，咁贵重的礼物，我怎受得起啊？咁即系唔俾面啫，系咪想逼我发烂渣？王爷息怒。既然王爷今日有途而来，贱妾都好想开下眼界。好，既然华夫人都是爱画之人，大家一齐研究下。秋香，你都嚟睇下。是夫人，这幅孔雀图论画本身都有唐人少有的妙笔之作，可惜孔雀始终是烦鸟，就算重新装裱来衬托亦都是无补于事。烦鸟就是烦鸟，断不会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王爷，贱妾本教无方，如果秋香讲得有什么不啱的，请王爷恕罪。王爷，夫人咁讲，佢哋一定系收藏咗比我哋呢幅更好嘅唐人作品。系、哦，夫人，咁就要攞出嚟俾我见识见识啊！实不相瞒，我哋真系冇唐伯虎嘅画。岂有此理！你真系全心欺弄王爷。华太师，王爷，画就冇啦。不过唐伯虎本人呢，正在喺舍下作客。秋香，去请唐伯虎出嚟。系夫人。夫人，唐伯虎到。唐伯虎，我要你即席挥毫画一幅凤凰奥义图俾王爷欣赏下。好，我就睇下你点样画神鸟凤凰，好过我幅孔雀。如果你画得唔好，你小命不保啊！唐伯虎，你仲唔快啲画？吓、啊！我哎。大功告成。嗱，你只神鸟凤凰啊？唔系嘛，分明就系鸡仔都米陀真。啊，争少少，俾个头度加个光圈。咁咪神鸟？岂有此理！居然敢戏弄本王爷！多谢王爷，我一直怀疑呢个人是假的，今日在王爷威严之下，果然露出马脚，抬佢出去。苏文太师才高八斗，我有一个参谋将军想同你切磋切磋啊！我哋老爷点可以以大欺小呢？系咯系咯，文学切磋嘅嘢冇分辈分嘅。系咯，玩下啫。不过如果你对唔到嘅，唔好怪我发烂渣啊！出队。一乡二里共三夫子，不识四书五经六义，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对啊，做咩唔对啊？咁唔俾面，我真系发烂渣啊！俾我试下咧，十室九贫凑得八两七钱六分五毫四厘油，且三心两意一等下流，好工整喎、啊！华哥，你真嚟得好及时啊！在下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绰号怼王之王嘅怼川长，未请教。细佬读过两年书，陈世忠一件迷途小书童，华安。好，等我嚟会一会你。Thank you.
家惺惺相惜，情不自禁啫。言归正传，我哋开始啊！画图女龙不淫，虎不笑，小小书童可笑可笑。棋盘内车无轮，马无缰，叫声将军提防提防啊！好有嘢！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合合。雨雨风风，花花叶叶，年年无无朝朝。我真叻仔叻仔，快啲出队怼冧佢！怼啊怼啊！十口心思，思君思国思社稷，八目上想，赏花赏月赏秋香。我上等威风，显现一身苦胆。你下流贱格，露出半个龟头。我堂堂参谋将军会输俾你个书童？冚家铲嚟齐种树，雨家祠堂多交鱼，鱼肥果熟麻捻饭。你老母系亲下厨。对队就本为消闲做落，今日穿长兄居然对队对到我十九几两月，可谓旷古的金小弟，拜服拜服。华安，呢度冇你嘅事啦，你快啲出翻扫地啦。遵命。系王爷，今日我呢个小小书童多多冒犯，令到你发唔到烂渣添。哎呀，真系对唔住啦。好，夺命书生，快啲攞皇上御赐嘅春树秋霜图俾太师睇下。系。一齐欣赏欣赏，太师，请接话。咁睇唔方便，不如我嗰边睇咧。佢嘅话都系收佢好啲。华夫人，咁快睇完啦，大把时间。自恶毒嘅，冇错，系自卑鄙之恶毒嘅面目全非脚，切，争啲唔记得自己踢，以为撞鬼添。苍、呀、王安，唔好客气啦，我系咪全部还完晒啦？诶，下巴好似仲争少少啊！咁你大力啲啊！阿爸，吓，秋香你条靓咗啊！华太师，啊！
我一片好心攞幅画俾你欣赏，你不领情不得志，仲撕烂佢。王爷息怒，华安唔系有心噶。你唔使多讲，你毁坏国宝，我听日告上皇上。我睇你今次仲唔满门抄斩、嗯？等等，王爷正话嗰幅春树秋霜图，我睇恐怕唔系唐伯虎嘅真迹嚟喎。大胆小书童，你玩我啊？皇上御赐俾我嘅名画，又点会系假嘅？人类，发烂渣！咪住。其实真正的春树秋霜图不嬲都藏在华府里头嘅，吓、啊！唔信嘅话，我即刻拿出嚟俾你睇。秋香，跟我嚟。啊，王爷，好，我睇你拿啲咩出嚟，然后先将你哋冚家富贵。华安啊，你搞乜鬼啊？华府边有唐伯虎嘅春树秋霜图啫？你话而家点算好啦？秋姐，麻烦你帮我忙脉啊！而家冇办法啦，咁啊，快啲帮我忙脉啊！啊！喊咩啫？快啲帮我磨墨啦！我唯有凭自己嘅话，但唐伯虎画已经咁高，我点模仿得到啫？只希望灵王佢唔识货，可以蒙冤过海，冇可能嘅。灵王又点会唔识唐伯虎嘅画先得噶？华安啊，呢次闯咗大祸啦，自己性命难保，亦都会连累华府噶。咁而家点算好咧？你都系走吧啦。冇人啊！你快啲走啊！李华，系有个时期，我系靠画同人嘅假画为生。呢幅春树秋霜图，我画过百九几次，熟晒啦，希望可以过到骨啊！你都揾食架生，紧要随身携带啊！但系你点解画得咁快嘅？今次算慢嘅啦。呢幅才是唐伯虎的真迹啊，王爷！你话真迹就真迹噶啦，有咩证据啊？唔啱啊，王爷，揾个专门人才嚟验验至讲咧。许书祥，嘿，未死系嘛？未死就过嚟验下幅画，嚟、哦。喂，得唔得噶？博博啊！吓、啊，王爷啊，呢幅真系唐人嘅手笔喎、啊。吓、啊！你有冇眼花？冇可能的，睇真啲，睇真啲，的确系真噶。不过啲墨迹好似未干咁嘅。近睇回南天使湿气重啫。系湿气重啊！死啦！王爷亦都太唔小心啦。皇上御赐嘅话都会俾人调换，若然惊动到皇上，恐怕系死罪。不过连在大家朋友一场，呢幅画就送咗俾你啦。以后啊，你小心保管啊，唔系啊，又俾人调换啦。王爷，今日高人喺度，不宜久留啊。好，我哋走。咪住，王爷，你咪话咗要发烂渣嘅，唔记得咗啦。好。吓？问你怕未？头先你做咩唔大开杀戒啊？王爷，头先个书童唔简单嘅，我差啲系老嘢。你有冇搞错啊？你又话书生夺名剑，威力无穷，天下第一嘅。依家少少一个书童，又畏首畏尾。王爷，就系因为书生夺名剑威力惊人，小人恐防误伤王爷噶嘛。我今次啊，俾你丢杀戒啊！走，王爷，小人以性命担保。三日之内，等我回复元气之后，同你发佢烂渣，攞太师人头翻嚟。嘿，系啦，仲有嗰个华夫人，诶、哎，仲有个书童，诶、哎，仲有个秋香。嘿，横掂都系啦，你个冚家富贵啊！系，小人遵命。大佬啊，舒唔舒服啊？几好啊！大佬啊，我收到封你寻日有一招还原靓靓拳，技惊四座，可唔可以帮我哋个样揼翻靓啲啊？睇落去啦。两位已经貌若天仙，唔使再揼啦啩。靓边度有人嫌多噶？唉，唔该，帮我斟杯茶先再讲啦。有冇搞错啊？你讲唔该，服侍大佬系天经地义噶嘛？你咁又讲唔该啊？讲唔该即系唔当我哋系靓啫。你令到我哋会好失落，而导致内分泌失调，大小便失禁，话唔定大督屎落你个头就大家都唔好啦。喂，我讲声唔该啫，唔使赖屎咁大镬你咪笑喎、啊！喂嗱，而家讲真噶。明白。你攞条废柴攋个攞杯茶过嚟，系咯，咁先系噶，大佬，多谢大佬。
梁先生，去边啊？去斟茶咯。你哋出去先，我有嘢要同华安讲嘅。哦，坐啊。夫人请。华安啊，你立咗大功，呢度有杯千年人参茶，好有益噶，饮咗佢啦。华安，唔该晒秋香姐。唔使客气，趁热饮啦。以你咁好嘅才华，应该考取功名先啱嘅。点解会喺我哋华府做下人呢？夫人，功名于我如浮云，在下一啲都唔稀罕。况且呢度有夫人同埋秋香姐对我咁好，我留喺度做死一世都抵啊！好一个风流才子唐伯虎啊！夫人唔系同我讲紧嘢嘛？仲炸底，凭你高强嘅武艺、诗画嘅才华。都估到八九成啦！我同唐家虽然有仇，不过寻日你舍身相救，夫人假假地德高望重，断唔会恩将仇报嘅，系咪认咗佢咯？莫讲我唔系，就算我认话系，夫人你到时反口，我都吹你唔涨，亦掹你唔长。你即系明唔明我讲咩啊？你我明，我明。不过今日唔认，总有一日要认噶。咁听日先。咁串。系。好，我仲谂住，如果你认呢？就将秋香许配俾你添，夫人系咪啊？讲过嘢冇得唔算数噶，冇错，我就系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同侠义嘅化身唐伯虎。夫人，多谢。夫人你，冇错，系我反口啊！对于你呢种人，我而得你快啲死啊！夫人，有事慢慢讲。何必动刀枪呢？嗯，你而家求我了咩？唐天豪，你呢个负心人，当然我杀你唔死。今日我就要杀咗你个仔，都可以泄我心头之恨。唔好怪我坦白啦，就凭你一件番薯几件蛋散，就想攞我唐伯虎个命，会唔会开玩笑咗少少？我话俾你知，头先你饮嗰啲心茶，我已经落咗天下第一奇毒，一。含苞散吓！哈！天下第一奇毒，几时轮到你哋一日含苞散？应该系我哋唐家嘅含笑半步钉至啱。哈！废话，我哋一日含苞散系用七种唔同嘅毒虫，再加埋鹤顶红，提炼七七四十九日而成，无色无味，杀人于无影无踪。哼！我哋含笑半步钉系用蜂蜜、川贝。桔梗加上天山雪莲配制而成，无需冷藏，亦包含防腐剂，除了毒性猛烈之外，味道仲好好添。食咗一日含苞散嘅人，一日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以致走火入魔，最后会含苞散晒而死嘅。冇错啦，而食咗含笑半步钉嘅朋友。顾名思义，是不能行前半步或者面露笑容，否则亦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必备良药。系咧，唔知喺边度可以买到咧？哈，呢位老细你有运啊！我呢度啱啱就有一粒。哼，呢粒烂嘢劲得过我嗰粒。失礼，普天之下我粒最劲。讲嘢啊，讲到会转弯都得噶啦。唔信啊，够胆拍一粒试下。你睇死我唔敢拍系嘛？就系睇死你唔敢拍，我就拍俾你睇。拍，拍咪拍咯。拍，哇！你个死仔啊！嚟下啊！拍，够姜嚟拍，冇够姜嚟，睇住嚟。嚟啊！嚟啊！快啲啊！嚟啊！你当我白痴啊？戆居啊？拍，吔啦！你唔戆居，系笨实啲啫。嗯。大家都中咗毒嘅时间，不如攞解药出嚟交换当无数咧。你个扑街仔啊！你抛我啊！夫人搏唔过啊！你条命咁矜贵。一嚟，带佢去柴房，锁喺度等死。系。夫人，请你手下留情啦，何必两败俱伤？唔使讲啦，切，区区含笑半步钉，难得到我咩？最多唔笑唔行啫。
睇下边一种可以解到你啲毒啦。要你冒啲咁嘅危险，华安真系过意唔去。仲话知系华安啊？其实嗰次你画春树收伤堂嗰一阵，我已经知道你唐伯虎啦。但我估唔到你够胆喺夫人面前承认自己嘅身份。其实我做所有嘢完全都是为了我有个问题想问了你很久的了，你可不可以答我啊？什么呢？唐伯虎是不是你花名来的？不是花名，为什么这么问？伯虎，伯虎，哎，为什么你妈帮你改个这么戆居的名字？哎，你不想答不要勉强啊。多谢。那你喜欢什么颜色啊？都好多噶喎，譬如黄色啦。黄色？呢只黄色啊？系。咁鬼知道，你成日都跟住我咯。诶，你平时除咗画画之外，仲有啲咩嗜好啊？冇乜特别嘅，都系睇下书啊，听下音乐啊，吹下箫啊咁。你会吹箫？系。你会吹箫咁厉害噶？我得闲教你啊。好啊。你身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会不会有很大压力呢？我这条问题问得好，压力呢说真的都相当大，所以我一得闲都成日去旅行减下压力，你明白吗？哦，我明白，红烧半步丁这只毒药是不是你发明的？已经有这只毒药，我老作的。你这么抵死，我是找了这么难的鸡肉而已。没真的。咁不好彩，我想问你，其实你怕不怕鬼？唐伯虎真是可恶，白白累我跳足几日。夫人，既然你都没中毒，不如大事化小，放了唐伯虎啦。秋香，我念在你是我最宠爱的丫鬟，如果换了第二个，我一早就将你赶出华府啦。以后都不准再在我面前提唐伯虎。夫人，自己懒出去。秋香跟随夫人多年，夫人待我恩重如山，今生今世报答不尽。秋香今日不好，大胆请夫人放过唐伯虎一命。秋香愿替唐伯虎受罪，任由夫人处置。秋香，你大胆啊！秋香姐，起身啦！姐，你如果夫人不答应，我是不会起身。夫人，我决定了的事是不会改变的。夫人，做什么？一个二个做咩啊？夫人，我哋同秋香姐情同姊妹，求你网开一面，答应秋香姐啦。冬香，求你。咁即系算咩啊？人嚟拉佢哋出去。夫人，武状元，你死咗去边啊？居然夠膽得罪我哋皇帝，上次你大名，今日我要將你華府殺個雞犬不寧。華府唔到你喺度放肆。我已经走了。吓、啊，华安咁冇嘢。吓、啊，阿、姐，梁真都走，我哋都教咯。哦。啊，夫人。夫人。点啊？夫人。
伯父，小心啊你，你的毒未解的。放心，假若我已经在练功房找到，我还趁着有少少时间冲了个凉，换到衫添。夺命书生，当年你用计打赢我爹，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打赢我呢？哦，原来你就是那个死正宗，唔怪之得咁熟口面啊！今日我就要为先父报仇，我哋唐家霸王春要重夺兵器谱上嘅排名。冇枪头，你仲要督？吓，边个话冇枪头督得噶？我呢招已经练到唔使枪头都督得入，睇书啊，靓仔！从今开始，我哋唐家霸王枪重夺兵器宝排名第一位。横啊，你冇事吗？我冇事，你啊？系太好啦！你及时出现，真系令我太感动啦！唉，唐伯父，你救咗我哋华府上下，我都唔知点报答你才好啊！太师无需客气，我只系有一个要求。你唔使多讲啦，你中意秋香啊嘛，我就将佢许配俾你啦。好嘢！哇，乜咁多新娘响树嘅？唐伯父，我虽然应承将秋香许配俾你。不过有条件，看看你的做法啦。你可不可以在二十个新娘里头选中秋香？华文，点选时间以一炷香为限，即时生效。点选规则如下：一、点选人不准超越黄线观察新娘；二、所有准新娘不准发出任何声音，违例者当弃权论；三、不准使用任何物件接触准新娘之身体或衣物，禁止。如果在时限之内你不能够点中秋香的话，那你就输了。那秋香就归我两个仔华文华武所有。大佬，我哋执死鸡啫，唔好见怪啊。夫人，日光日白，好心玩笑我一阵。唐公子何出此言啊？喺啲咁嘅规则底下，我有乜可能点中秋香？我唐某本着天地良心，对秋香是一往情深，义无反悔，为什么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难我？唐伯父，你不要忘记，当初是你说家境清贫，今年到我们华府为奴为仆，还有契约为朋，但是你实在是为了沟女，似乎是你玩我们在先。谁说份契约的第一行头四个字，麻烦你打横看看。我为秋香，冇错，我为秋香，我一早已经表明来意，系你哋未够班睇唔出啫。你唔好懒性，你捉我自失啫嘛，我系要玩死你。想玩我，读多两本书先啦。我而家就系要带秋香走，睇下你哋有冇人拦得住我。试下，呢度华府你敢乱嚟？我叫太师禀告皇上，日月他连全家唔家产。吓、啊，你个八婆背信弃义，卑鄙无耻。闹我八婆，死！哼，仆街。哎呀！顶你咁废啊！嚟，唔好拉住我，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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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唉，唐伯父，秋香始终是我哋华家的人，你想娶秋香做老婆，是要依翻我哋华府的规矩嘅噃。嗱，嗰支香都就嚟烧完啦，快啲谂翻个好晓法啦。好，我唐某今日就使出生平所，誓要点到秋香为止。气吞天下。超级杀埋人吓，攻！咩话？点啊，唐伯父，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啊！你老母嚟七十阴我？你老豆我是阴你啊，你吹啊！小喇叭，打我你个粉！知香识咁滞啦，自定秋香嫁俾我两个仔啊！呀！嗰个堂我真系注定要孤独一世。天啊！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藏作田。我知啦。咁点？你条女喺嗰边啦！走，快啲去拜堂啦！嚟，执紧啲，执紧啲，咁先似样啊嘛！拜堂啦，唔该啦。
喺度啦，开始拜堂噶啦。秋香，唐伯虎通过咗咁多重考验，我相信佢系真心爱你。我而家将你许配俾佢。多谢夫人。唐伯虎，你好满意啦？仲有咩要讲啊？人生大起大跌得太快，实在太刺激啦，搞到我少少急尿添。急尿就未必，心急洞房啫啩。唐伯虎，唔好枉费我哋一番心血，以后要好好地对秋香啦。夫人，我仲争啲怪错咗你添。一日大佬，一世都系大佬，我祝你哋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多谢你哋。秋香真系几经波折啊，好在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嗯，喂，阿伯，你老婆红唇欲滴，面翻桃花，仲即刻啜啖先。嚟啊！咪住，睇翻板先嚟。吓，咁都唔识？咁麻雀、天狗、骰仔、翻啦、十五嗰啲是但识扮啩？啊！求神。求神求亲又求求媒人，求观音兼职爱神，同小姐你成为情人，芳心即刻过问，书生真系过分，出口得罪我神，讲笑搵第二个笨，你话成亲怕要搵鬼亲，小姐骂人就道行，书生咁巧不是人，畜生得意各抛运，要等你充电自有人。三生真系无幸，专登出嚟拜神，装鬼装着你，话嚟投胎去越鬼阵。小姐为何笑吟吟？当然同道生。